好，那这边粽叶呢，就是有两片嘛，那你要把它这样倒装，那通常是比较小的那片会在上面，那比较大片的会在下面，然后把它叠在一起之后，就要选一个点，然后作为你等一下填装的尖角，然后就把它这样子折进来，啊，折进来的时候就是用，我的话是用中指就把它这样折进去，然后折进去它就会有一个转的动作，就会让它整个叶子交叠在一起，然后我会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因为这个尖角会是等一下装那个粽子叶的，等一下装那个米的重点，因为如果这个角没有很扎实，没有很好的话，会等一下那个粽子会填装的时候会有点松松的这样。好，所以就是你要把它这样折起来，然后确定说哦这个角很扎实，这个尖角不会那种松松软软的感觉这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填装这个米啊，今天的米炒的比较黏一点，但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是把米这样稍微用一下，然后因为吃进去每一口都要有馅料嘛，所以我就会选一些比较小的料，然后先夹，就是先把它塞进去，这样等一下吃那个尖角吃第一口的人，他就可以吃到一些东西。我就选一些比较小的料，像花生啊，然后我们今天有鹰嘴豆啊，就先塞一塞这样子。然后塞一下之后呢，就选一些喜欢的料啊，我们今天的料香菇有大朵有小朵的，就是有那种椴木香菇，然后有一般的香菇这样，所以我觉得都会放。然后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蛋黄，跟还要放肉选一块放进去。然后因为现在这样感觉旁边两边的米有点少，所以我会再稍微补一下，就是把两边的米稍微补一下，因为这样也比较不会爆馅，就是那个馅有时候外露在外面比较难看一点，所以我就会先把它两边也是稍微填充补一下。然后这边尖角也是，就是这个粽子出口的地方这个尖角也要给它稍微填一下这样。然后最后就是把你的上排的米给它盖进去啊，掉了，上排的米给它盖进去这样。好，然后盖进去之后呢，我会再稍微调整一下，因为米就是尽可能让它比较集中一点，等它包的时候万一有米掉出来，然后才不会这样散散的，所以我会把它稍微压一下，然后确定说哦米都在这个范围之内，然后呢我会再把它调整一下，因为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要把粽子盖起来。所以呢，盖起来的时候可以先试压压看啦，试压压看说，这个现在这样盖起来会不会很紧或是很松？那基本上粽子是要比较扎实会好，比较好一点，这样煮的时候才不会散开。好，所以盖起来的时候你要注意，就是这边有一个有点角有点包进来，然后包进来你再把它折起来的时候，这样子看起来粽子外面这边才不会，两边才不会露出来。然后最后你再把多余的部分把它折进来，再把多余的部分折进来啊，这种没有算好的就算了，就放着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稍微把它，如果觉得很丑的话就把它调整一下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粽子的绑粽子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是绕两圈，所以就是会绕一圈然后两圈，两圈之后呢会先打一个一般的平结，然后再打一个一半的那种蝴蝶结，就是让大家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拉开那个结这样。啊，结的话呢就是不能打得太松，不能打得太紧，因为等一下煮，如果你要煮粽子的话，粽子会长大，所以你绑得太紧的时候它很容易爆出来啊，太松的话是粽子会松掉，所以松掉它就会，反正你的馅也是一样会露出来这样。对，然后这就是我们包好的粽子。